家好，又有高登仔，有冇留意姜 B 嘅 IG 啊？啱啱佢喺演唱会之前，终于释放咗一批新相，去讲佢嗰个咁靓仔嘅状态。虽然佢近排成日半夜翻屋企彩排到，但系依然冇少嘅靓仔相。我就觉得佢更加靓仔咧，几幅相。佢今次一次过 send 咗好多幅相出嚟俾我哋睇，自拍 selfish 嘅相出嚟。其实我谂一来佢就话俾大家听，佢而家好精神、好健康，为咗 Miu 演唱会尽心尽力，但佢嘅状态一样系咁 fit。所以咧，我谂大家作为佢嘅 fans， 我哋作为姜糖嘅话，一定会永远支持佢。同埋咧，我见到佢个发型系超靓仔。以前是未见过，我想我相信这个发型是为他演唱会今次特别做出来，还有呢你见他整个人好像瘦了少少，还有但是呢瘦得来呢又很靓仔，所以呢我看了这辑相很放心，我觉得 Miu 演唱会他一定可以表现到最好的一面，最靓仔的一面，为我们作出一段最好的表现。